二十张大图，看唐朝289年地盘变化，由小变大，再变小。大唐享国289年，虽然也有被打得很惨的时候，但在前150年，他的强大无可否认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逢人便说：“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。”每个人都是笑呵呵的相迎，而历代回鹘可汗都要经过唐朝的册封。已经退位的唐高祖李渊命突厥协力可汗跳舞，命南蛮酋长冯至带作诗，都莫敢不从。直到五代十国，唐朝四分五裂，北方游牧民族才发现唐朝已经日薄西山，原来被一只病老虎唬了100多年。一，唐朝立国第二年；二，唐朝立国第13年；三，唐朝立国第31年；四，唐朝立国第43年；五，唐朝立国第56年；六，唐朝立国第74年；七，唐朝立国第82年；八，唐朝立国第94年；九，唐朝立国第104年；十，唐朝立国第129年。十一，唐朝立国第137年，安史之乱；十二，唐朝立国第143年；十三，唐朝立国第148年；十四，唐朝立国第158年；十五，唐朝立国第192年；十六，唐朝立国第224年；十七，唐朝立国第266年；十八，唐朝立国第279年；十九，唐朝立国第284年；二十，唐朝灭亡。作者：历史君。